你到底是不是我哥？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，有话直说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一直活在你死去的阴影里面？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我知道，当时你被黑帮绑架，你过得不容易，可是现在呢？你已经是遮天会的老大了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 你知不知道爹他不是我爹？对，我是你大哥，我是钱忠伟。可是那又怎么样的？你是警察，我是流氓。我和你，我们两个早就已经走在人生各自不同的道路上了。我今天之所以能成为遮天会的老大， 那是我踩着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上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样？听到这些，你还会认我这个大哥吗？你金盆洗手不就好了？你退出遮天会不就好了？<笑>你说的太轻巧了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我做到了这个位置，早就没有退路了。 当年我替遮天会的大哥顶包做了10年牢，如今遮天会老大的位置就该是我的。哥，你不要再叫我哥。仲杰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警局里的人知道你有一个黑帮大哥，他们会怎么想？你在警局以后要如何安身立命呢？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警察？ 就是那个时候，我一直以为你死在了黑帮手里，我就发誓，我一定要消灭所有的黑帮。可是你现在是遮天会的老大，我现在第一个要抓的就是你，你知道吗？钟杰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也不会再见你。以后再见，说不定就是刀剑相向了。 少爷慢走。鬼爷，怎么了？是不是钱仲杰那小子又惹你了？ 王八蛋！我现在就去。你给我听好了，钱忠杰是我弟弟，以后你们谁也不许动他。怎么可能？鬼爷，钱忠杰那小子不会是在骗您吧？我早就知道他是我弟弟。不是鬼爷，这么多年我也没听您提起过。 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早点跟他相认呢？当年老帮主收留我的时候，提出的唯一条件，就是让我跟钱家彻底断绝关系。现在，我自己也有不能回去的原因。如今我是遮天会老大，而他是警察精英。 琪琪，郑杰，你回来了？你怎么还没回去啊？我就是担心你啊，怎么样，鬼气有没有为难你啊？琪琪，这么晚了，我让一姐派人送你回去吧。
郑杰，你怎么了？你到底见到他了吗？还是你们谈的不顺呢？琪琪，我们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。可是……好了，琪琪，我累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那好吧，你早点休息。娘，我是个坏大哥，我不配做仲杰的哥哥。你告诉我，我以后该怎么面对仲杰？实在是太完美了，小杰，最近家里还好吗？你在家可要照顾好爹，还有你未婚妻林碧君，等时机成熟了我再来找你。天哪，这完全就是我的杰作，我想到时候钱仲杰看到这封信一定会特别开心的，对不对啊？我实在是太聪明了，世界上怎么会有我这么聪明伶俐的姑娘呢？走吧，上路。林碧君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要去哪儿？哦，不去哪儿啊。那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没什么呀。拿给我。你吼什么呀？我真的什么都没拿呀。哎，干什么呀，钱仲杰？喂。干嘛？干嘛？你把信给我拿出来。什么信啊？你不是说会对我温柔一些的吗？怎么会出尔反尔啊？你干什么？别这样！果然是你！我真没想到你可以干出这种事情来。我只是想把信给你，给你一个惊喜啊。别给我狡辩了，我老实告诉你吧，我其实之前一直为了试探你，你觉得我哥哥真的会在信上面按蓝手印吗？今儿晚上我要出去办点事儿，那我让两个兄弟跟着你。你觉得上海滩有谁伤得了我吗？看好场子，别让迎战有机可乘。是。我不管怎么样，我这么做其实我真的都是为了你好吗？我担心你。你还撒谎，林碧君，我还不了解你的为人吗？
我钱仲杰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被别人骗。我辛辛苦苦的找了那么多份报纸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你粘。我看你那么伤心难过，只不过是想哄你开心而已啊！你一点都不体谅我，反而还站在这里骂我。这些都是你咎由自取好吗？你还是省省吧，你什么都不懂。对，我是什么都不懂，我不知道什么是函数分析，不懂为什么要证明一个圆是圆。钱仲杰。 我知道你很聪明，你有两个脑袋，但你知不知道，你只有半颗心，你从来体会不到别人对你的关心。骗子！我骗你什么了呀？我骗你，好心当做驴肝肺。 碧君，怎么了？钱仲杰，你这个天下第一讨厌鬼，你不但不谢我，就知道骂我，就知道凶我。讨厌！碧君，怎么了？啊？又跟仲杰吵架了？没事。 还说没事，快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快说呀！爹，其实我就是冒充了钱仲杰大哥给他写了两封信，然后后来被他知道了，他就特别生气的又骂我又凶我。可是我真的不是逗他的，因为我很长时间找他大哥我都找不到，所以我又怕他伤心，就冒充他哥哥给他写了信。他不但不谢我，还对我。 特别特别凶的发脾气，仲杰有点过分了。你费尽心力去帮他，他不领情，还这么对你，我去找他。爹，算了，你别找他了。这件事情跟他也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你辛辛苦苦的帮他找哥哥，他毫不体谅你的用心，还这样对你。爹，说实在的。 我在写这些信的时候，我都能体会钱仲杰的心情。他丢的是哥哥，也许还能找得到，而我失去的是娘。娘她死了，再也见不到她了，所以我心里就会特别特别的难受，爹。 好了好了，碧君不要难过了，你娘不在，还有爹在吗？爹一直会陪在你身边的。爹，这可是您说的，你会一直都在我身边，对吗？对，绝对的。嗯，放心，不论怎样，你都得在我身边，直到我找到宝藏为止。好了，行了，别哭了。 少爷，我打探到了，钱仲杰独自一个人跟鬼泣见了面之后离开了。看来钱仲杰已经知道鬼泣就是他的亲哥哥。是啊，少爷，我真的很担心，如果他们兄弟俩要联起手来，我们可就不好办了。不会的，钱仲杰一向以正义人士自居，就算鬼泣是自己的亲哥哥，他也绝对不会和遮天会合作。可是少爷，您别忘了。 血浓于水，钱仲杰和鬼泣毕竟是亲兄弟。你想想，如果遮天会不在了，那鬼泣才能走上正道，回归钱家，他们亲人才能团聚。如果你是钱仲杰，你会怎么做？恨不得端了遮天会的老窝。<笑>这就对了。现在看似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潮涌动。 别急，原来少爷运筹帷幄，是属下心急了。还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是林小姐。说。
林小姐好像和钱仲杰起了很大的冲突，因为什么？这个不清楚。少爷，您的私事，属下自知不该多嘴，您自有分寸。在面对林小姐的时候，您失去了平时的冷静，多少有些情不自禁。但是我觉得，林小姐毕竟是钱仲杰的未婚妻，有些事情是命数。 强求只怕会受伤害，我希望少爷能够三思而行。我心里有数。属下告退。小姐，我是百合。 快出来吃饭吧，有您最爱吃的烧鸡。我不吃。真讨厌，爱情的天平。 真是让人难以捉摸。钱仲杰到底是真的爱我胭脂这个人，还是爱林碧君这个名字呢？怎么大半夜肚子又饿了呢？看来钱仲杰应该不会送烧鸡来给我吃了。算了，百合，有没有吃的？ 只烧鸡可以吗？是小姐，有吃的了。百合，嗯，我看你有点不高兴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说小姐真是折腾人，白天我叫小姐三次，她都说不吃饭，这大半夜的，非说自己肚子饿，现在饭菜都凉了，我还得给她热去。好了。 我们做下人的伺候小姐是应该的嘛。水仙，你就是脾气好，本来我今天就不太舒服，她还总折腾我。你不舒服，我帮你就是了。好了好了，你真好，走吧走吧。林碧君，既然你娘死了，你就替她还债吧。 百合，来了吗？来了，小姐。烧鸡，真的有烧鸡啊！哇，百合，还是你好。你要是再不来啊，我非得饿死不可。小姐，您不是寄信去了吗？回来了干嘛不吃饭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反正就是好心办了一件坏事。本来好好的。 这下好了，一个人难过变成两个人难过了。姑爷他怎么了呀？百合，我本来挺饿的，现在被你问都不想吃了。你赶紧把菜盘拿走吧，我不吃了。是。 林碧君，母债女偿，要怪就怪刘怀瑾吧。救命！碧君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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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爹，小心啊！
有没有看清楚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啊？样子我倒是没有看见，但是他一进来之后，我就听见他一直在跟我说一句话，说什么"母债女偿"。爹，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娘，他怎么会结下这么凶狠的仇家呢？啊，你娘为人正直，难免招惹是非，被那些坏人报复。放心，我会让李伯找两个人保护你，不让他们得逞。好。哦，对了，爹。没想到您还会功夫呢。啊，当初行走江湖总要有点功夫防身呢。好了，碧君呢，不早了，快点睡吧。爹，你也早点睡吧。这怀表。这不是钱伯伯吗？林旭瑶这个老家伙还真有两下子。我的怀表呢？怀表呢？这个怀表一定是刚才那个坏蛋落下的。可是为什么这个里面会有钱伯伯的照片呢？难道这件事情跟钱伯伯有关系吗？不行，明天我一定得去问个清楚。王医生，我娘临死之前体内可是有砒霜的，可是您给我的病历上一点记录都没有，这么大的疏漏，请你告诉我，这是有意而为之还是粗心大意啊？林小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我都听不懂，我都跟你说800遍了，你母亲的死因那是术后并发症。并发症吗？很常见，也很难预料，是吧？林小姐，我知道你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悲痛，难以接受啊，但毕竟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还是节哀顺变吧。我也想节哀顺变，可是我娘死不瞑目，我做不到。她被送到这里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是受着伤还是流着血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。李小姐，你这个态度我就没法跟你说了啊。你要是还怀疑什么，你可以搜集证据告到法庭去，到时候法庭怎么判我无话可说。除此之外别的手段那都是扰民滋事，我完全有理由请你出去。如果你真的是一清二白的话，你激动什么？你紧张什么呀？你少拿话激我。其实我已经打听过了，在我娘死前的3个月，她的确是因为心脏病被抢救过，可她死前再次被送到这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抢救，哪来的什么并发症？王医生，你们到底是想颠倒黑白还是移花接木？你有证据吗？我要是真的有证据的话，我还会坐在这儿吗？那还说什么呀？王医生，我很清楚，我娘是被人害死的，而且死前还被人虐待过。就算现在证据不足，但是你记住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我娘沉冤昭雪的。
小姐请。去微香阁。跟着去。林小姐在怀疑我们了。前几天她去医院还用话激我，幸亏我牙关紧，什么都没告诉她。她怀疑什么？刘怀瑾的死因？正是。我看林小姐是掌握了一些情况，要不然她不会打听这事儿。哼，她有什么能耐啊？警察都查不到的东西，她能找得到吗？不能这么说，我看出来了，她决心很大。就想查清这件事，我看要不要找个机会去警告他一下。警告？怎么警告？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您放心，我绝对可以向您保证，我是一定不会把您露出来的。去找王医生打探刘怀瑾的应该是真的林碧君，既然这个丫头已经对我有所怀疑，那我更得快点找到她，拿到她身上的珍珠耳环。哟，大爷您来了。来，给你钱。进来玩玩啊。来呀，里边请啊，里边请。大爷您来了，好多话想跟您说呢，咱们去那边吧。啊，快点收钱。知道了。哎，又是你啊。哦，那个，我想找一下钱正良，钱老爷，他在不在这儿？哎呀，瞧瞧你！哎，我说你个大家闺秀，干嘛总到我这文香阁来呀？这儿是什么地方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啊，我学习学习。钱少爷，您来了。林碧君呢？哦，上次那姑娘啊，她在楼上雅间呢。钱伯伯，碧君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来这里找您是。有一个问题想问您，您看一下，这个怀表是您的吗？这不是仲伟身上的怀表吗？怎么会在碧君手里？啊，碧君啊，你这个怀表是从哪里弄来的？钱伯伯，我为什么来找您？就是你看一下，这个怀表里面有您的照片。啊，不不不不，你先告诉钱伯伯。啊，这块怀表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？嗯，我捡的。啊，哟，林小姐，稀客呀。哎呀，肯定又是仲杰欺负你了。这个兔崽子，我一定不会饶过他的，你放心。今天晚上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他。你先回去啊。可是钱伯伯，这块怀表……哎呀，碧君呐，你放心吧。我说了，我会帮你做主的啊！今天晚上我要好好教训他。你先回去啊，先回去，听我的啊！钱伯伯，我还没有问完您呢，我还有话要说。有时间我再跟你好好说啊，先回去吧啊！好嘞，哎，钱伯伯，钱伯伯。哎呀，这个仲杰啊，真的是不懂怜香惜玉。哎呀，不过碧君也是，一点小事都那么紧张。哎呀，就算是要告状，也要在家里等我回去嘛。一个女孩子跑到这种地方来，你说要是传出去多不好听啊，是不是？钱伯伯为什么急着赶我走？他一定知道什么。刚刚碧君手里拿着的怀表，不就是你整天戴在身上的那块表吗？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看错了，其实每块怀表都差不多的，是不是？是钱伯伯的怀表，难道要杀我的人就是钱伯伯吗？骗子！你别骗我了，钱伯伯，真是没有想到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
这怀表是你的吧？真没想到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哎呀，碧君，你说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杀你啊？对，我也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哎呦，林碧君，是吧？你在干什么？钱老爷，没事吧？爹，糟了，没事吧？看来钱伯伯真的不会武功，疼不疼？那个刺客不是他。 我没事，你们不要在这里闹了，赶快回去吧啊！让我看看，没有没有，我只想试一下钱伯伯他有没有武功。胡闹！爹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怎么样？我没事，赶紧回去吧啊！快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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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钱伯伯，仲杰，你听我解释。别给我解释！哎，不是，让我看看，钱仲杰。 钱仲杰，我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我来找钱伯伯真的是有原因的。你还解释什么？不是，钱仲杰，昨天晚上吧，有人要杀我。够了！你不要总拉着我行吗？不要逼我走行吗？你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好了，你干嘛要打我爹？我以为你爹要杀我，我搞错了还不行吗？你以为我爹要杀你？ 你以为我爹要杀你？你是不是傻呀？你数学、英语都没有学好，你连编谎话都编得这么低级。为什么你就不相信我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看。昨天晚上有人冲到我的房间要杀我，而且说什么要报仇，走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块表。即使是这样，这应该是我们警察局管的事情，这我先帮你收着。喂，你把表还给我。 你为什么要拿我的东西？这块怀表里面有我爹的照片，所以就是我们全家的东西啊！我知道了，你把它藏起来，就是要包庇你的家人，对不对？我哪里有包庇我的家人呢？你就是，要不然你干嘛藏它？钱仲杰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竟敢用花丢我们老大！丢的就是他，你们赢事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哼，还敢嘴硬？我现在就把你送给我们老大，走。 哎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这也是我们家丫鬟，脑子有点毛病，我现在就送她去医院。走，放开我！四哥，我们兄弟已经把小娘子给你绑来了，今天你想怎样都成。把她给我放开！ 雪仙，你怎么样？我一定好好教训他们。哎，去！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走开。 你不必跟我绕弯子，想说什么就直说。我有办法，可以杀了林碧君。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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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啊，幸亏我约了钱伯伯谈事情。
被我撞见，啊，不然的话，你就要把这里拆了。哎呀，老林呐，算了算了，现在我都没事了，你就让两个孩子回去吧，啊，毕竟这是我们的家事嘛，如果从文香阁传了出去，就不太好了，对吧？爹，你怎么还在为他说话呢？林伯伯，别怪我无礼了，他今天打了我爹，总得有个说法吧。不是，钱仲贤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人家刚才都已经道歉了，你还这样。林伯伯，您看看，这就是他道歉的态度。啊，我够了，给我跪下。啊！哎呀，老林呐，没那么严重，不用跪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跪下。这，少爷，胭脂小姐去了文香阁，还把钱老爷子给打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原因？这个我不太清楚。少爷，会不会是因为胭脂小姐想悔婚，钱老爷子不同意，所以才……不可能。即便碧君再冲动，他也不会平白无故杀人的。不过这是一次难得接近碧君的机会。大哥，我出去一趟。我跟你去吧。不用了。哎呀，老林，这又何必呢？不要难为碧君嘛。你看看他跪得那么辛苦。啊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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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许起来，越来越不像话了。钱伯伯是你未来的公公，你怎么能打他呢？太目无尊长了。不是我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起来起来。哎，爹，这是他们林家的事情，咱们外人就不要插手了。不是。先生，买束花吧。给，不用找了，都给我吧。谢谢先生。嗯。就要这么办。哎，好，来给你钱。百善孝为先，做人要懂得尊老爱幼，还不向钱伯伯道歉？钱伯伯，我……哎呀，不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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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算了，老林，就算给我个面子啊！碧君，来来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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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呀，没事了啊！其实啊，我跟碧君就是一场误会，他跟我闹着玩呢。如果真是要怪啊，哎，就怪这个臭小子，去，大惊小怪的。钱伯伯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他明明知道我是故意试探他，难道他有什么秘密不想说出来？哎，爹，我是为了您好啊。你为什么我好啊？如果真的为我好啊，你就不会这样对碧君了。你看，他多伤心呢，啊，多委屈啊！爹，你到底谁的爹啊？哎呀，什么话？你说。你还好吧？哎，老钱呢？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用毛巾冰敷一下就没事了啊。哎，老林呐，其实今天我约你来呢，就是想谈谈他们两个人下个月9号的婚事。啊？哦。啊，现在啊，我唯一的心愿呢，就是希望碧君快一点嫁进我们钱家，做我的儿媳妇。啊，对对，我们出去谈谈吧。啊，对对对，出去。哎，爹爹爹，出去出去，我得说清楚，要娶你娶，我肯定不会娶这种。